Kaan.现在知晓疼吗？既然怕疼，还敢挡在皇后前面？我若不挡在前面，皇后岂不是受伤了？那文秀君也真够嚣张跋扈的，亏皇后还肯忍他。你放心吧，即便你不挡在皇后前面，你助他也砸不到皇后。文秀君是蠢。 但那毕竟是在长秋宫，他自会收敛锋芒。你如果不挡着，他自然会泄了力道，换一个方向。你是在笑我蠢？随便吧，你要笑便笑吧，我入宫不久。 怎知你们这些权贵之人心中的万万人？少商，以后别再轻易插手不该你插手之事。此话何意？文修君是前安王之女，皇后地位显贵，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二人争执需要你来保护呢？ 那你为何又觉得皇后不需要我来保护呢？没错，皇后在你们眼中尊贵无上，可今日她被文秀君羞辱之事，你与圣上在何处？你为何会觉得自身强大之人就不需要保护呢？那你呢，少少，自身强大如你，为何就不需要我的保护？ 下车吧，陈少商。 15岁时，我曾见过昆仑云海，漂浮在天际与山巅之间，至真至纯，浸透人心，就如同在划线时，你望向我的眼神。我喜欢你与我说话时无拘无束的模样，总能令我快乐。我还喜欢你不畏惧权势。 不畏惧艰难，你要记住，是你先招惹我的。我这人不轻易交付真心，但一旦交付了，便不会再回头。但如果你不能同样的交付真心于我，我宁愿将此心收回。 就付贡献家计，那个文修君果真是个只知补贴弟弟的蠢货。咱们不过略撒些饵料，他就轻易上钩去铸币了。我已经买通了他的经手人，到时候这些伪币会以低价到你我手中，届时你便可以在封地使用它。这样一来， 你手头也就能宽裕点了。可私自铸币造钱，同谋反之罪，舅父不怕？哎，如果这件事情追究起来，有矿山的是守春，铸币的是小前王，
这不服不忿的是文修君，咱们最多也就是误用尾臂而已。还是舅父想的周到。来。 不过，你也得警醒一些。你母妃和你三兄的为人，你也是知道的。特别是你母妃，最不喜欢旁人弄些弯弯绕绕给她添啰嗦。可恰恰你又是一个爱显摆的。我可告诉你，如果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露出了马脚，而遭到陛下的处罚，那将会给岳氏带来巨大的麻烦。舅父只管放心好了。 若非常秋宫那位抠抠缩缩，非要宫中节省用度，我何至于铤而走险，到处想法子挣钱吗？哎，还是谨慎些好。来人，上酒。二位贵客，此乃小店新酿的美酒，名曰花开富贵。二位可要尝尝？田掌柜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 花开富贵，好名字。来，我尝尝。以后咱们岳氏可不就是要富贵了？富贵又如何？那林不疑还不是有眼无珠看不上我，偏偏千挑万选选出个无理的女的。二子总劝我息事宁人，可每每见她，我心底火便压不住。别被我撞到她落单，否则我定要让她明白，在天家生存有多难。